遗孀有好像说他有那个有传录音档给一个黄科长，请问有这位黄科长，然后有这个录音档吗？确实有，现在已经在正风的调查阶段，所以跟冯处长无关。他内容没有指控这个办公室的事情。对，你个人听了这录音了吗？我个人听了这个录音，我们也有逐字稿。外交部非常的哀痛，很不舍，我们终身遗憾。那这件事情发生以后，就第一时间就通知了林前组长遗孀，然后呢协助他第一时间就到这个圣保罗去，接着就处理后事。我们也同仁呢也很贴心的提醒他，在那边要完成的一些事情，还有一些文件验证的部分。我们住处都可以帮忙。声明稿的内容当中有当中一些指控，包括说是他的上司污蔑他是否有贪污，以及还没有协助在现场没有协助他有关遗照取得这件事情。指控他贪污的这个事情，据我们了解是没有，绝对没有当场指控他贪污的这件事情。那相关的这些事证，我们都在查证当中。那至于说这个追思会啊，或者说这个按照这个遗孀的这个医院来办的这个法会啊，我们在现场的一个布置呢，我们那个住处都有经过遗孀的同意，我们才来办。不是那个遗孀有好像说他有那个有传录音档给一个黄科长，请问有这位黄科长，然后有这个录音档吗？确实有。那请问内容是什么？确实有，内容详细的部分，因为牵涉到一些隐私，我不方便透露。但是我可以说重点，有一些这个个人的关卡没办法过。然后呢，他有强调说，没有拿公家一毛钱，这是重点。所以跟冯处长无关。他内容没有指控这个办公室的事情。对，你个人听了这录音了吗？我个人听了这个录音，我们也有逐字稿，现在已经在正风的调查阶段。我们会交给正风的单位来进行调查，适时的会向调查结束、调查完毕以后，会适时的向明理事跟外界来。好，那我们要开会了。好，谢谢。工作上的关卡还是私人因素的关卡？这个我们不清楚。谢谢。